周星驰可以说是撑起了中国喜剧半壁江山的人，自然他捧红的女性也不在少数，有的甚至可以说是一夜成名。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星女郎们的豪华座驾有哪些。一、张雨绮。张雨绮曾出演过星爷的《长江七号》和《美人鱼》，也曾因《长江七号》而一夜成名。张雨绮的御用座驾是路虎揽胜，是一辆富有运动气息又带有一丝野性的车型，搭配了4.3升涡轮增压发动机，配合6档手自一体变速器，再加上真皮座椅、全景天窗、无钥匙启动等配置，活脱脱的是一部豪车。它的官方售价在200万左右。二、巩俐。说起巩俐，最容易让人想起的就是《唐伯虎点秋香》里的秋香了。如今的她也成为了一名国际巨星。巩俐的座驾是霸气的奔驰 S600，配备的是5.5升涡轮增压发动机，百公里加速时间仅为4.6秒，不管是外观还是内饰方面都是极尽奢华，恐怕也只有这种等级的豪车才能配得上巩俐的地位了。三、朱茵。大话西游中的紫霞仙子这一形象，使得朱茵成为万千观众心中的女神，生活中的她也活成了每个女孩心中向往的样子。她的座驾是悍马 H3，正是她的老公黄贯中送的定情礼物。此款车型配备5.3升自然吸气发动机，外形大气，动力强劲，采用分时四驱系统，越野性能优秀，实现了越野与都市特性的完美结合。在这几个星女郎中，你最喜欢哪一个呢？